が揺れてる波が歌ってる俺は今日も歩いてる砂を掴んでその暑さ確かめてこの季節を感じてる全新暑假，打開我哋今次亞洲星光大道三嘅序幕啊！一年之前我真係諗唔到，我竟然有機會喺呢個舞台上講出亞洲星光大道三呢句説話。多謝曬所有朋友，多謝曬。Thank you。哇！我而家見到今日呢個舞台咧，轉咗新嘅形象啊，新嘅顏色啊，所有嘢都係全新一樣啊！多謝曬我哋全新嘅參賽者。哇！多謝曬，多謝曬啊！咁啊，而當中咧，我哋啲參賽者非常之厲害，今年咧亦都係非常之有實力嘅，因為咧佢哋有嚟自呢個紐西蘭啦，有喺加拿大啊，有喺日本啊，譬如話蘇格省，蘇格省，哇！こんにちは，你好。哇！除此之外，有冇見到啊？有啲皮膚顏色黑黑地咧，中非混血兒啊 ，Hi。Hi， 講英文啊，係咩？講英文嘅咩？講中文都得嘅。Hello， 同埋咧，有好多參賽者其實本身實力已經好強。有一位參賽者咧，曾經參加過一個好大型嘅音樂比賽，得咗冠軍，簽咗一間好出名嘅唱片公司，唱片都錄好啦。係，但係竟然間公司冧咗，間公司冇冧，但係佢冇出到唱片，即係人生好坎坷。但係佢決定喺我哋亞洲星光大道三重新出發。冇錯，因為之前行嗰啲坎坷大道，所以想行下我哋呢條星光大道啊。但今日咧，我哋呢一度咧，除咗有呢一班星光之外，我哋台下面亦都系星光熠熠嘅。我哋用热烈掌声欢迎我哋一路都冇变陪住星光大道一路成长嘅评判，包括有张佳添、王振啊、Rick Barrow、吴国敬、周国峰，你睇下佢哋几有钱，冇嗌交嘅。
好鬼 friendly 啊！不如咁多位評判握下手先。擁抱啊！擁抱啊！係啦，擁抱啊！握下手先啊！其實秉承咧，我哋星光一二一樣，個個參賽者咧，大家都好似兄弟姊妹一樣啊！我哋星光三嘅嚟搭個膊頭，大家表現得 friendly 一啲先，係啦，哇！好啦，整個唔好隨便摸隔離個女仔啊！係啦，嗱，整個人浪先，人浪準備一。二三呢边升，几听话真系啊！咁听话真系抵石抵石。咁啊，今次咧我哋亦都咧真系好抵石，因为咧多谢晒我哋嘅赞助商啦，继续支持我哋。今日嘅现场观众可以得到由海天堂送出健康礼品包一份。好啦，咁我哋星光大道三咧，今次嘅赛制咧有少少唔同啊，我哋要实行呢、這个。司徒制嗱，呢個司徒制咧，其實我覺得亦都有一位好重要嘅師傅咧，喺呢一度咧打住一個好穩嘅陣腳。我哋繼續俾熱烈嘅掌聲俾 Elvin 方同埋佢嘅大樂隊。當然，我哋嘅大樂隊係所有參賽者嘅師傅啦。不過，所謂司徒制咧，就係我哋台下有四位評判會成為我哋20位參賽者嘅師傅，佢哋一位評判會帶5個徒弟。我冇睇錯啊嘛，明明有5個噶，係你睇少咗一個。但係因為嗰位唔係好識教唱歌。哦，即係如果佢教唱歌，我諗好快第三集睇唔到佢哋啦。咁啊，呢四位即係 Waterman 咧，係所有人嘅即係形象上嘅師傅，係啦。咁其他四位即係我哋嘅張家添老師啦。Maria 媽咪老師啦，同埋吳國敬老師，同埋張國峰老師咧，係呢五四位評判要成為師傅啊！哇，係我哋咁多位嗌聲師傅先。你留啲聲俾佢，一陣間要唱歌啊！係喎係喎，都要提醒大家，今次我哋嘅第一集比賽都會淘汰一位參賽者嘅。係，因為今日有21位參賽者啦，係一位師傅揀咗5位徒弟，即係有一位係冇俾人揀嘅，所以其實都幾緊張下。哇！喺呢個第三屆已經嚟第一位要出局啦，梗係啦。咁即係隆重宣布，將會有一位成為亞洲星光大道三嘅第21名。好嘢啊！即係已經預先要俾掌聲俾佢先啦嚇，係啦。